近日，这就是街舞二第九期火热开播，韩庚态度大失足，逆风翻盘获全胜。易烊千玺毅然装置组，仅剩下四位队员。向来冷静的易烊千玺也扛不住淘汰环节的残酷，现场叫停淘汰环节，向节目组索要时间，不停地责怪自己，感觉对不起队员们，眼泪在眼眶中不停打转。易烊千玺真的急了，可以说易烊千玺的战队并没有发挥出正常的水平。易烊千玺战队上了舞台接受淘汰环节，易烊千玺看着台上自己战队的舞者们思考了很久，在主持人多次催要答案之后，易烊千玺叫停了淘汰环节，表示自己还需要一点时间，可以让已经想好答案的队长先继续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，易烊千玺走上舞台，冯正和阿雅等舞者被淘汰。在离别感言环节，冯正的言语间散发着非常浓厚的谴责之意。最后冯正对着易烊千玺说了一句，千玺这一年毅然装置还是冠军。易烊千玺听到这句话彻底受控制不住了，双手拂面，闭着眼睛，强忍着不让眼眶中的泪水掉下来。